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12集的节目啊，好像为什么往回跳啊？因为呢，我真的把1312集呢给跳过去，直接跳1313了啊。那这一次的话呢，就把这个编号给重新的给补上。那我挑了这个 New Age 所推出的大流士，它是致敬到变形金刚在1986年大电影的最终，不对，应该讲中 BOSS 吧啊，因为最终 BOSS 应该是宇宙大帝。就是这个致敬到 GABA 中的这个一个造型，那侧边的这个盒会应该也是用玩具的实体照片相当于做渲染的啊，然后正面的这个画风的话呢，就有那种什么中古世纪的那种插画那种感觉。那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这个国王吧啊，这个 Destroy Leader 就是破坏领导者吧，大流士，那么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在美型度上呢，也是一个相当高水准的演出了啊。那作为一个 Megatron 的转生嘛，还是这种重新制作，你可以看，如果单独以这两个玩具来说的话呢，NA 的上次的这个密卡登的背后啊，你看到吗？这个造型的话呢，跟这一次的这个大流士相比，显然是大流士进步的非常的多。当然，两者呢，很多人是把他们。可能因为性格设定上种种来讲，两个人差的比较多了啊。那我个人的话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 Megatron。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我初次见到这个Gava 总，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做的这一个大流士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这个头部啊，就非常有日本武士的头盔的感觉。这个肩上不对，上臂的这个部分啊，也有点像是武士的甲胄啊。甚至的话呢，就整个一个东洋风的一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呢，其实呢，在1986年，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呢，那个绘师呢，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说他在画的这个人物呢，会变成是 Megatron 的转生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保密协定啊，以及网络的一些资讯的不发达，所以呢，一直到电影公布之后啊，他才知道说原来他画的这个人物呢，会变成新的狂派的领导者，他本。画的人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基地的一个留守司令官而已啊，那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关于 GABA 的一个小故事了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呢，由于身上有金属部件的关系啊，这个部件啊，还有裙甲，所以玩具的一个重量非常的重。关节的话呢，只有髋部的这个球形关节，我个人觉得比较危险一点，其他的关节呢都还是偏紧的。那么人物的话呢，人形下的毛病呢，很扎实，很饱满。而且他的一个腿内部啊，身体内部都塞满了这个变形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零件，全部往身体里头去塞了啊，所以玩具是比较沉重的。那由于背包的话呢是稍微比较大，啊又沉重了一点点，所以有时候人物站立的时候脚的话呢你稍微要把握一下重心。那配件的话呢，除了手上的这把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替换手啊，然后大家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枪。那么手臂上的话呢，你还可以拿这个领导模块。那这个领导模块，你也是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了啊，挂在脖子上，这个也是致敬到这个动画片里头的一个形象。如果说你这个不过这个领导模块呢，它并不是金属的啊，是这个塑胶的一个质感，但做的还算是比较精细一点的。那么替换手啊，这个手掌啊什么的，就是直接的话呢，是把拳头呢给转下来，然后呢做一个替换就可以了，这边。但是呢，由于它变形的时候呢，还是必须要用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拳头的手了啊。那我还是把它给换回去好了。那么它的一个替换脸的话呢，就是直接从这个地方啊往上面挑，但是呢，不用工具的话呢，扣得很紧，而且这个小小的这个脸啊，非常的小，很有可能会弹飞哦。各位建议各位在换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另外的脸就是一张笑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一定是愤怒的脸嘛啊。总不可能一个是笑脸，然后另外一个是狂笑的脸嘛，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有点愤怒的表情。那各位明白知道有这些配件就行了啊。我相信的话呢，这个呢也不是很重要啊，主要还是这款玩具本身呐，倒角处理也很好，身上的涂装呢，我手上这款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那在把玩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关节偏紧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有时候会拉扯会松开来啊，这是比较小小的一个小毛病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这个髋关节啊，可能久了之后比较容易会去松掉的样子。那我们就开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说明书的解说呢，真的是辛苦它了啊。明明没有那么难的东西，可以把它说得很难。那这个腿部的话，先把这个腿给缩短。
把它翻开的时候，如果你直接这样翻的话呢，是比较吃力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呢，还是借用道具吧。啊，这个卡扣还是比较紧的，整个脚先整个给打开。我先把这个部件都给翻出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呢，这里呢是这里有一个白色的部件连接灰色的部件，它是整个要往下面，整个的往下面放下来，而且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脚啊，这个脚是要整个放下来的啊。这一块部件灰色部件的话呢，是要整个往下面放。以及的话呢，我们后面的你看它的屁股后面是有一个紫色的部件，它跟这个白色部件的话呢是有一个卡扣要扣进去的，这样扣上去，这里是要记得扣进去啊。然后的话呢是这里没扣到啊，这里把它给往上面推一点。好，它的腿是要整个缩到最短的，缩到最短的一个状态，把它扣进去。好，到这边，到这里整个的，你看看这一块。这一块灰色部件啊，它是整个是打平打直的，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脚尖的部分呢给转到外侧，那这个最后这个面板是朝前面翻过来，先到这边就可以了，大概有一个样子就行了。我们把另外一侧也给变好，因为最后的话呢，靠着后面的这个结合卡扣呢，把两腿都结合好之后呢，它的一个稳定性就会很好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然后里面的零件全部翻出去，那透过这个关节把它给整个脚给往下面放，整个都放下来。记得啊，这个整个部件呢是要完全打直的，完全打直。所以这一块部件往上面这里，哦，白色跟紫色的这个凸根，然后扣上去，然后两腿中间也结合好之后，再把前面给盖起来。那记得把这个斜肩的部分转到外侧去。好，那么到这里，哎，不对，这个裙甲应该是先把它给，裙甲应该先进来啊。记得应该是要把裙甲给包进来。好，到这边把它给扣回去， OK， 捏住啊，把它给往前面放。好，那么呢这个腿的话呢有点 Q 版的感觉，先把它给变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家伙身上的变形的话呢，是这块部件啊，它是要单独这块部件是要前后转，然后身体的这个上半部件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回旋，像飞轮一样那个转法。那我们就大概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它的变形。这个锁扣解开，这个部件就可以松动了啊。然后呢再把手臂这个地方给打开，这里也是一样，两边都打开。好，整个都给翻出去，整个都先翻出去，再把这个部件先翻出来。我们先把整个东西都给解开，这个部件往后面推出来。好，推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里还有一个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把整个部件上半身这个部件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转这个部分，把这个手的话呢给推开来，就是你就是稍微躲开一下啊，躲开一下，不要让它干涉到就行了，只要能够让它能够转动过去，你看这样就能够整个转动过去了。这个地方先转啊，不然到时候会干涉比较多。再来我们把这一块腰部这块部件单独转它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整个都转，整个都连上半身整个都转过去，再把上半身再转回来也是可以的了啊。到这边这个就往后放了啊，到这里，好的，所有的大步的一个转动都已经转完了啊，接下来就是开始做这个一个也就是长得很奇怪的一个外星大炮的一个拼装过程了。这个部件是往后面推，然后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紫色的凸，它要扣进这里，有个紫色的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件整个都解开，这里是一样打开，整个都放下来。然后呢这里有个凸跟它的结合，把它给扣进去，这里是一样扣进去。好，都扣进去了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注意到这里啊，这里首先它的一个头上有个头顶冠要放到里面，有个洞对进去。然后这里有两块白色的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转出来，它是需要到时候有个部件是需要跟它们做结合的，这里把它给抠出来，这个地方还蛮好抠的，意外的松。再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一块部件白色部件把它整个都给解开，整个都翻开来。那这里的部件啊，看似零件很多，但是其实很扎实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厚的一个塑胶啊，可以耐得住这样子变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折进去，好，折到这里。
这里的这个变形我真的觉得是有一点意思啊，到这边，然后呢这里凸跟凹的结合把它给扣进去，好，塞进去了，再来把这个部件就扣下来包起来就可以了。那最后最简单就是这个手臂的部分了啊，手臂的部分我还是不要讲最简单好了，等一下突然变不过去啊。这个手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刚刚不是翻出一个白色部件吗，在这它的是要跟内部这里有一个洞要做一个结合，这个就是要翻下来给它扣的，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好，先到这边就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转过来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到这里这个推过头了，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了，这边也是 OK， 到这边把它给扣住，也推过头了是吧，这一块因为它会跑啊，有点好，到这边。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把怎么样呢，把这个手臂呢往后面折，那放下来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地方啊，它的一个整个最后的这个大炮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锁扣的，没有锁扣的，你要记得把这块部件往外面转过去，然后里面紫色部件给翻出来，好，先到这边，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解释。这个一样，手先往后折，那拳头怎么转的话呢，我觉得是看个人喜欢啊，并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记得把这个紫色部件给转出来就可以了。那它在这里的一个用意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里面这两个部件跟那个白色部件要扣紧，扣紧之后的话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上臂是往外翻，然后呢这个球关再往内折， OK， 就是变成是一个八字形的一个感觉啊，这两块部件往内扣，然后手臂往外翻，然后到根部这个地方的话再把它往内折，那么呢就很干涉的，就是这个部件它就是翻出来，我认为它单纯翻出来就是要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缺口，它要把这个地方做一个造型上面的一个补满啊，我个人认为它的功能呢也仅止于此了。那么最后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给放到桌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因为它这个腰身的话呢，它是这个整个还是可以动的啊，并没有锁死，调整成一个你觉得比较 OK 的一个造型。最后就是把这个手上这个炮给打开，那扣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有个洞嘛，洞我们就让它朝下，不要让它妨碍我们的这个视野，然后最后下方这里就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那扣的时候呢，是记得是这个炮是在前方，那至于是扣这边呢还是扣这边呢，我觉得对，应该是扣这边会比较好看。好了，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流士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当然了，在动画片里头的话呢，它本来造型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款大炮，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它原本里头那个大炮的一个形象啊，在这边这里还是稍微做个简单的调整好了。就这样子，如此这般，我们呢把镜头呢再拉近一点点，好，那它是一个三个支架点，前面有两个像履带的一个造型，然后根部的话还有一块部件把它给扣上，造型的话非常的有没有很还原，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了，但是我依稀记得就是它前方是一个圆形的，这一带是一个圆形，然后上面有个尖，然后是三角形的一个支架，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整个好像稍微胖了点了，我觉得后面是不是大了一点，那它的一个毛病是后面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得锁扣，这个脚掌就到后面整个是松的，比较可惜一点点。那么炮的话呢，就是长度的话，就我觉得应该还算标准值，配色也是比较正确的。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就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一个外八字的一个放法。那整个你说它松啊，其实它也不松啊，它该扣虽然没有的扣，但是它本身关节还是比较偏紧，那这个地方就可以调整一下高度什么的。那最后我就讲一下，就以人这一款的话，以人物的美型度来说是没有问题啊，非常的好看。那么炮台的造型就因为本来就很奇怪的造型就算了，变形的话呢有一点难度啊，这个比现在的官方 LG 都还要再困难的多，但实际上的话呢，也就是这个腰部的这块部件的一个前后的旋转
以及身体胸部以上的一个大回旋。那么胸部以上那个大回旋呢，是建议呢是提早一步呢先把它完成一个转动，那在后面的话呢会比较顺利的一个变形。那么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New Age 所推出的大流士，到这边做的相当不赖的一款玩具啊，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